Hello. Hi everyone.我已经回到那个是中心。因为我刚刚不是去护理头发嘛，然后就是。我今天没有打灯，你知道我用了一个什么方法？你看呢？看到没有？没有去染发，我去护理去了。有看懂的吗？我突然感觉变浅了，不是，是灯光的感觉，是灯光，就是因为我没有打灯，你知道什么？镜子反射那个上面的那个灯反射到脸上。所以我现在整个脸很奇怪，就是这里是白的，这里是黑的。我刚刚突然一下就是发现的，对吧？然后这里是的，这里是白的，然后这里是黑，就很好笑。然后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就是那个灯，那个，因为我主要是我要反射上去。哎，主要是这个，你懂吗？就是 就是光啊，就这样看，就这样看，没关系，就让它亮一点，一进来好绿，因为我今天就是 真的很好笑哎，这里下面是黑的，有没有发现？你看，对吧？头发的变化是真的大，顶上的东西确实挺碍眼，但是没办法，不然它就照不到脸了。发尾都变黑了，是因为没有给它照到上去，上去，是有点黑。老实说，它就是它有点绿色，然后上面更，其实因为我去染头哦，我去弄那个时，因为我中分了，所以有点不一样。因为我去护理的时候，然后他说你这个头发呀，你不要再用护色了。我说为什么呢？他说，因为你这个头发现在就是需要让它掉色，因为你这个绿色，你不掉色你就染不了头发，必须要把它掉。那我就掉。PK 到9点半，真的呀？哦，那我是不是值早了？有点早，真的呀？哦，到明天，那大家就加油吧。哈哈，我其实我刚才一直在思考要什么时候直播。哎呦，思考来思考去，好像这儿对吧？这好像，刚才在想去卸妆来着，就陪大家值一会儿就今天就关了，因为待会儿还得弄东西，我还要弄东西，我就是昨天还没弄完的，今天一定要搞完。这个光，那就不要光了。这个更吓人。好黑啊！哎，有没有吓到你们？这里太黑了，那就近一点吧。这样好点，那就这样吧。近一点，够不够近啊？已经，我感觉我整个人应该凑上去了，你知道吗？够什么？离我们。Sorry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这样吧，太近了，
没有很近啊。对，你才秃了。佳佳以后男 my boy 是男位吗？my boy 以后如果是跟四班的萌妹跳的话，我肯定是男位。今天的裤子，你们知道今天的裤子是谁的吗？我靠在这儿吧。今天的裤子是那个十足军的，今天的裤子衣服都是十足军的，对，都不是我的。哦，这都是他的，连他的打底裤，对，连我的打底裤也是他的，因为我今天什么都没带。就是他穿上。因为我什么都没带，因为我什么都没带。我今天真的什么都没带，衣服全，外套是我在服装部借的。怪不得什么呀？怪不得我今天游戏赢了，不至于啊。打底裤而已，不然是什么？你们以为是什么？怪不得今天这么帅，因为我发现四班就只有他有，因为像四班没有人有裤子，今天大家都穿裙子，你知道，因为四班的萌妹都是这样的，你知道四班都是萌妹，没有人穿裤子，然后一扒，诶，就他，恰巧我今天穿了裤子，但我穿的是短裤，难得穿短裤。领子还立着，主要是没办法，那领子必须得立着，不是必须，它是自己立着的。北哥又不是瓜，北哥自己就是他的粉丝应该会比较喜欢他花吧，所以对，真的吗？我不知道，反正 应该是吧。他最近特别花，我发现，那一定是他粉丝特别喜欢他花的样子。对。我喝水那段挺好的呀，我喝水那段哪好笑了？我喝水那段我是想着一干了的，但是我发现来不及了，我还能喝，我其实来得及，我有点紧张了，不然我一口早就闷完了。对啊，还剩一丢丢，还漏了，主要是后面是男人就一口闷，真的。感情剩一口闷，瓜妈赢了，真的啊？哪里呀、啊？哪里赢了呀？哦，就是我，就是说说而已是吧？我赢了，明白。我今天啊，不是，主要是今天就大 MC 喊 call，有个男犯突然说，他喊我什么我忘了，然后他说他喊我老婆还是老公我不记得了，老公吗？然后他说。他们是谁呀？他的那个声音真的很娇弱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毫无底，中气不足，我觉得他。然后他说他们是谁呀？就讲的很那种，是真的很好笑。然后我的，怎么会有这种声音？他说，然后我就顺势回答了一下，笑死我了。他有没有那个的？是谁啊？是谁还不知道吗？不是我们，而且 是妈妈
哎呀，说漏嘴了，对，应该说是妈妈。而且你知道，今天，对，哎呀呀，这太尴尬了。哎，今天就是哎，哦，今天迈步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排练不是那样子的，排练明明是安安他其实不太好意思的，他都不敢看我的眼睛，我就一直看着他。对，然后他怎么在台上突然一下那样，我这主要是我就有点，哎呀，咋回事？对，对他一定是故意的，因为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不知道他，主要是他那个动作下意识会让我，你懂吗？你懂吗？我就不知道他怎么突然凑过来，然后我就那个了，我就笑场了，我笑场，我就跑掉了，对，我 hold 不住了，不是，我主要是他好像越凑越近，越凑越近，天呐，我。然后我就以为他会从我真的以为他会涌上来，真的吗？你懂吗？就真的会就靠我很近，我有点心里有点 就是我一下惊讶了，对，然后我就我不是我说有点就是你懂吗？就是不是啦，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想往后推来着，但是我觉得我在唱歌，我不可以要保持淡定，然后但是我的嘴角下不来，我就一直很想笑。没有，这不是那个，不是心动的意思，就是主要是，你懂吗？就是突然凑上来，让我不知所措，就不知道，我就不知道他接下来，我就很不知道他会接下来会干啥。对，对，我被吓到了。没有，我觉得明天应该不会，明天是跟另外一个成员，我们应该会比较，应该不会有这种经。就是惊恐，不是惊讶，也不是惊恐。明天好像，明天不是吴亦菲，诶，明天不是吴亦菲，吴亦菲如果是跟吴亦菲，肯定会被吓到他，吴亦菲肯定会不好意思，吴亦菲跟我排的那个什么。那个的时候都不好意思呢，他跟我排练，也不是不好意思，他是一直笑，就是我一看他就笑，还有就是我就想说，我今天长那么好笑吗？我们练捉迷藏的时候，哎，一直在笑，一直在笑，我不会不好意思的，就是吴亦菲，我就要各种尽情的施展我。我要让吴亦菲哭着唱《My Boy》，如果吴亦菲上的话，对，我是嘴强王者，没有啦。每次都是和不同的人吗？其实不是，主要是，主要是，反正最目前的话，就是因为有人替菲菲的位置，我不知道，好像有人替菲菲的 unit，然后的话，就他就可以上，有人替菲菲的 unit 的话，他就要替菲菲的所有 unit，所以就是等他们都不替的时候，吴亦菲再上。我不知道，其实我也不是很知道怎么安排的，都随便吧，看公司怎么安排。搞不懂。哎，其实我都不知道，反正他们就突然就上，对，都行，反正来了我这个铁瓜，我站在这里，不是，我的意思，我喊就是我是对的，我是不可以那个啥的。我想表达的意思不是铁瓜，就是
就是不能撼动的，不能撼动的瓜，对。My boss 就是我不能撼动的瓜，谁来都必须给我。菲菲回来，那就委屈一下她吧。北哥，那还是得委屈一下他了。不过北哥最近走花路线，你不懂，你不懂，对。好好期待，可不期待，不期待北哥，好期不期待。不期待，不期待。无法想象，有点可怕。今天播到9:40，我就关直播了，我就去忙了。播一会儿会儿，跟你们聊一会儿会儿。一会儿会儿，一会儿会儿，哈哈，好搞笑哦！哦，还有抖音啊！其实我今天在后台学粤语的时候，我们的姐姐发了，就帮我拍了一个视频，偷拍我在这里学粤语，就是因为偷拍，所以我的姿势，我本来很想发的，你懂吗？我本来很想发微博，但是我发现我那个穿的裙子，然后那个蹲姿有点不太好看，然后我就放弃了。不不不不，你不懂的，这个姿势，这个少女的姿势就是，很好笑。啊，对，麻掉，因为主要是我穿的裙子嘛，穿制服裙，然后我就蹲在那里。蹲在那里，然后在里学粤语，然后他就在旁边偷拍我，我完全不知道。然后拍着拍着，我就被我发现了，然后他就发给我了。怎么不坐着？哎呀，我们这种就是性格就是那种的女生，就是不做作的女生都是这样子的，对。我们都是这样子的，也不是啦，开玩笑。你说女生有时候就是本身就是，有时候对啊，有点那个，就其实我自己平时就是这样的。千万不要被我的笑容给骗了，就是我平时就是这样的，看得我觉得我很像一个女孩子，确实是女孩子，但是就是那种样子的女孩子，确实。啥样？就那样。别再说我铁 T 什么的了。虽然我知道你是开玩笑的，但是我还是想说，就是这辈子，即使是妹妹是铁 T， 我都不可能是铁 T 的。对，没有说铁 T 不好的意思，也因为铁 T 他完全就不符合我的人设。对。奶 T 是什么？奶 T 也不可能，我跟 T 那个字就没有关系。是的，对，就是，对，谢谢叶蝶。刘丽菲说她不会跳花位，你怎么知道？你问了，
他跟你说了，还是咋的？他还直播，直播，你们就在那里问了，我天呐，救命！妈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谢谢叶蝶。可能，买包男为什么意思啊？你做梦？哦，买包，哦，买包，什么时候就变了，买包了？看看有谁在，在连呢。那美颜就没了，这美颜立马就没了，天呐，救命！开个美颜，你看看你在说啥呢？你说啥呢？你在干什么呢？我正准备关直播，你一个连麦就过来了。哎呀，别关啦，关什么关呐？真的是，来看看你最近状态怎么样？我最近状态非常的好，看出来好，面色红润，不错呀。那是因为的光打了光，我买了个，我跟你说，我买了个打光灯，贼厉害。真的？给你看我买了个打光灯，可以呀，这么大一个，是吧？很可牛了，我点外卖买的。你看我现在这么黑，就是因为没有打光。你要买一个呀，打光灯对我们这种老直播的人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。你们看到没有？刘亦菲在一本正经的跟我说直播灯。那 这怎么了嘛？这不是很刚需的东西吗？是啊，对呀，真的是，是呀，你笑什么呀？我天，我的天，你在笑什么呀？哎，为什么你的啊？你在床上啊？对呀，我只能坐在这儿。你在床上干嘛？对，因为我们的房间没有其他地方可以直播。真的？嗯哼。哦。你怎么这个样子啊？你头发赶紧染了吧，我求你了。那你帮我想一个颜色啊！我现在看这个绿草，我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。莫说说就是黑色。啊，不行，不能黑色。我好不容易染了头发，漂了头发，好不容易怎么漂着了。啊？你去小红书看看嘛，看看就是夏天适合，你搜那种适合夏天的颜色，然后你染一个就好了。你什么时候回来？粉红色。哎呀，不粉，不粉，我不要。你什么那时候？种，你在笑啥？我问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说3遍了，姐姐。什么什么？我说你什么时候回来？不是说了说大概15号啊？中旬是吧？对呀，中旬啊，就是如果顺利的话就能回啊。哎，可是不是要去那个吗？对啊，可能是要回来了然后再去吧。那你不排练了？要排呀？为什么不排？我们不我是不就排走，我还上得了呀？我们不是就走了吗？你来得及吗？我不知道呀，好可能奇要怪提哦！前搞吧。哎呀，可以，不错。你这一天天的，我刚公演完，这刚个，公演完，这么早，这不，我今天下午公演，找个屁。哦，我还以为你晚上公演呢。没有，下午公演。嗨。他说："你有话跟我说，你要说什么？快点！没有，主要是我明天4点就要起床这出么发。早，那我就跟你对，说完你就去睡。我就是你有看我哦？你没看，就是反正就我跳了 MI Boy，我觉得我男位还挺帅的，不可能，别想了，做梦吧。真的挺帅的，你要去看一下。你现在赶紧卸妆，做梦，梦里什么都有。不行，我已经想了，我已经想象了，都是，对。你也说了嘛，这是想象，哎呀，这只是你的想象而已，这梦想还是可以成真的嘛。很难，我觉得可以，很难。我觉得行的，真的。你要去看一下，我可以，你知道我可以怎样？如果你下次能
就是 my boy 的时候，你能就是一口气干完一瓶水，那就我就服你。你要是干不完一瓶水，那你就必须得服我。因为我今天，因为我今天就是一口气干完一瓶水了。我这就是 my boy 了。哎，问题是谁会让谁说要跳这种帅气的位置，就是要干一瓶水呢？这个很奇怪的逻辑啊。也不是，主要这是为了证明自己。为了这个证明不行啊！你有本事从身高上证明啊？身高是吧？对，我如果就是我看你垫多高，你垫三层鞋垫，你能有我不垫鞋垫高的话？没事，我马上就去踩高跷，我感觉我马上学起来。我跟你说，哎呦喂！你在笑什么？没有，你好傻。我不傻，你才傻。傻傻的，傻人说人傻。对啊，傻子说傻子。哎，不对，反正。我想说，傻子说谁？对，傻子说谁？傻子在说我。傻子说你。不是，我说你在说我。傻子说我，你是傻子说我。救命！好啦好啦。好吧，我可以试一场，就一场，真的，就一场，真的，一场，给你一次机会，然后就没了，好吧？好的，好的，我可太开心了，我的天哪，这是什么转折反转？这简直就是让我不可思议啊！我的天哪！行，好了好了，好吧，直播了，那你就早点睡觉吧。好，好，拜拜，注意休息啊，拜拜。嗯，拜拜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是吧？你有没有看到我魅力如此的大？我就知道。哎，女人的魅力真的是来了之后挡也挡不住。你说，到底是哪一点？啊、哦，真是太厉害了！有朝一日，没有想到刘丽菲也会成为我的。嗯，天哪，没有想到，清醒点 ，OK fine， 对，没有想到他妥协了，喝口水冷静一下，我现在那个救命，还只有一场。就一场，一场而已，太生气了。那我要帅一点，我必须要帅一点。我非常的正常，我怎么不正常了？我超级正常。对，机会只有一次，要抓住机会。好的 ，fine。效果好的话，接下来会到哪位？你说的对，你说的对，我觉得对，我觉得他其实对。时代变了，时代的变了。自从我们四班就是这个换 unit 来说的话，就是这个时代就变了，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。对，这就是小家的翻身仗。哦，不是，哎，我妈妈，救命！对，有一就有二，有二就有三，你这个说的太对了。我觉得，以我这种每天就在刘丽菲耳边碎碎念那种，她肯定会答应我。不用在耳边，我就在隔空跟她说，她都能答应。刚才不就答应了？不能给人家安个好人，好人是不会这么对我的。你怎么能说人家是好人呢？你这样给别人发好人卡，人家开心吗？你问过别人的感受吗？谁想被夸好人？周总才是好人，对，在我心里只有一个。
我是好人，真的吗？好，那我是好人。为什么我是好人？好，那我是好人。嗯，我是好人。我刚才主要是我刚才就是一跟他连麦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他真的很搞笑，他每次他真的就一本正经的跟你解释很多事情。其实我根本就是，其实我并不是想要跟他，就是然后他真的太搞笑了，太可爱了，就跟你说，哎，我那个我觉得你这个头发应该什么什么，真的，啊，我觉得哎呀怎么办呢？真的太好笑了，救命！对，他就很一本正经。被我套路了，我前戏太多。对，其实因为我内心有事儿，所以我才会觉得他一本正经。啊，是吗？对，他在给，不是他，就是因为他在给我很认真很好的建议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很搞笑，很可爱。对，他一直问我在笑什么。没有啦，其实就是好久没看到他，老实说，就是我们平时其实都忙嘛，然后也没有就是很少就是聊天这样子，然后这应该是我们近期第一次聊天，然后就是还视频聊天，就要感谢大家，所以我就一直在笑啊。对，因为都太忙了，根本就是没有时间，我们大家都，我们不可，就是我们基本上，因为我是一个不会视频跟别人聊天的人，即使有微信或者什么，觉得很奇怪，也不会语音聊天，哦，就是不会语音聊天，但是会讲，用语音讲话那样，但很少。那主要是都太忙了，其实也想关心一下他，看一下他在干什么什么的，但是他偶尔会发朋友圈，看到他还挺好就行了。他一般不好的话，就会发朋友圈，就是发一些不开心的事情。就会那个啥，嗯，在呢，不许夸我是好人，嗯，怎么回事啊？不会，没有，感觉他今天状态还挺好的，好像哦，所以就还挺好，不错。不过老实说，9:41了啊，不过他明天早上很早起来。我想说，9:41怎么在床上？我惊呆了。嗯，原来明天要早起，是该休息，他应该多休息。嗯，好吧，那我也去忙自己的事儿了，拜拜。啊、哇，我真是有你，女人，女孩，拜拜。好了，我下了，明天见哦。哎，不能熬夜了，就状皮肤状态又不好了，我发现最近。好了，不能熬夜了，拜拜。我要去先去卸妆，怎么了？等我一下，还有什么事儿吗？大家，没事我就走了哦。有人让我等一下，抖音是吧？哦，好吧，抖音，抖音该怎么办？哦，打个广告，行吧，你们真的后知后觉，太可爱了。嗯，好的，我知道了，大家打广告。谢谢皇冠，明天见，加油，你们加油哦，
我也去拍个抖音，然后卸个妆，然后努力的工作，顺便敷个面膜，早点睡。今天晚上估计12点之前能睡吧。拜拜拜拜，干巴的。